上一集我哋喺默默嘅回忆窗口长期了解到爱国势力几咁强大，就出到哥拉巴园、大埔天主堂、荷兰版、HSBC 总行，爱国势力仲干涉埋日本人嘅舌尖，包括日本第一间西洋料理店自由亭、土耳其饭同埋卓福料理。今集我会带大家勇闯君南岛，呢个世界十大鬼城废墟，曾经繁华一时，系明治维新最重要嘅工业动力。如果你是七月份嚟君南島，其實你登上君南島的機會好微好微，70% 機會你是登不到岸，因為君南島是一粒米咁細，位於大海的中間。七月份是很大浪的時候，根本咧隻船是拍不到埋岸嘅。船公司會怎做呢？會繞住個島行一個圈，跟住就打道回府啦。秋天咧講緊係十月份、十一月的時候咧，登島機會有90% 咁多嘅，如果10% 都中嘅话咧，我就帮唔到你啦。我头先咧，啱啱就问过船公司嘅职员，我问佢今日得唔登到岸，佢话咧我都答唔到你，因为咧你睇住呢度吓风平浪静，太阳又好好，不过咧出到海，由于今日咧有个台风嘅关系，可能好大浪，大浪的话咧有机会登唔到岛。祝我哋好运啦今日。我哋離開咗長期港之後咧，45分鐘到啦，海上面咧就升起咗一個軍艦啦。其實係點樣嚟嘅呢？係講緊咧明治22年嗰陣時候，三菱公司咧就買咗呢個島翻嚟，呢、這個叫端島啊，到原來開發佢嘅煤礦啊嚇。然之後咧，由於地方唔夠用嘅關係，佢一路咧就喺度擴充緊人工填海填個島出嚟。咁啊，到咗咧1916年，當時係一個《朝日新聞》嘅記者，無意之中就在報紙上寫了填出來的這個地方好像一隻軍艦，像日本的一隻土佐號的軍艦，於是乎端島就有一個花名就叫軍艦島。好彩地颱風剛剛過了長期，所以這裡你看到其實都算是風平浪靜的，所以我們今天就可以很順利地登陸軍艦島了，耶、yeah!整個軍艦島咧，而家咧就唔可以周圍亂咁行嘅，入邊全部危樓嚟噶啦，隨時有冧嘅危險。我哋淨可以去三個佢叫做建學廣場。如果大家有睇過韓國嗰套電影《軍艦島》嘅話咧，一定記得呢度咧曾經發生啲打鬥事件嘅。韓國勞工嚟到呢度咧，同啲日本勞工咧就喺度打交嘅。呢個大浴場你千祈唔好以為好似而家我哋去開嗰啲温泉大浴場咁正咁乾淨企理，呢個大浴場咧係一灘黑色嘅海水，雖然加咗熱都唔緊要，礦工咧都好開心嚟呢度，因為佢哋可以捽咗啲老泥同埋啲碳啊，先變翻一個人，先至可以翻屋企嘅。由於呢度咧有好多家屬，亦都有好多小朋友嘅關係咧，咁樣咧就起咗一個好大嘅泳池。其實呢個你可以話係個標準游泳池嚟嘅。咁咧小朋友好中意嚟呢度游水，不過啲水咧唔好意思，都係海水嚟嘅。呢度咧就係第三建學廣場啦。喺身後邊咧呢一棟咧就係最出名嘅日本喺大正時期嚇第一棟鋼筋石屎嘅建築。見到下啲過咗已經相隔而家超過100年。有啲咁樣嘅鋼筋石屎建築，居然仲未冧喎，證明當時咧建築技巧都係幾高嘅。香港有好嚴重嘅土地問題。不過有些地方咧係有地方冇人住嘅喎，呢度有幾十棟嘅建築物，係有完整嘅生活設備，有醫院、有學校、有診所、有温泉、有帕青谷娛樂設施，乜都齊曬。不過咧，偏偏就冇人，一個人都冇得住。點解會變成咁樣呢？
其實當然是因為能源危機的關係，因為後來70年代轉了做石油之後，這個島就被人荒廢了。1974年4月20日，全部5000多個島民就離開了這裡。其實離開的時候他們依依不捨的，他們很不捨得這裡的原因是關於這裡社區鄰里的關係相當密切，大家住在一隻船上面那麼滯。他們曾經說過，加利鄰舍對我好像爸爸媽媽一樣無微不至地關照他們，小朋友很不捨得這裡。觀瀾島俾我個感覺咧，就好似牡丹亭嗰句説話一樣，萬紫千紅開遍，最後都變成頹垣敗瓦。呢度曾經係日本密度居住最高嘅一個城市嚟嘅，呢度有好多小朋友喺度跳、喺度唱歌、喺度比賽、喺度游水，喺個好繁華嘅煤礦嘅小鎮，一剎那之間就變成而家咁嘅樣啦。其實咧，冇嘢係永恆嘅，改變亦都會好快嘅，呢個所謂嘅無常，所以我哋更加應該珍惜我哋嘅所有。活在當下。大家想去君瀾島之前咧，都被要求簽一份生死狀，聽落去好似好危險咁樣。其實都係要保障雙方嘅權益。仲有另外一種保障，就係旅遊保險入邊嘅24小時旅遊及醫療支援服務。好多人以為咧，好嚴重嘅時候先至會用到。其實我哋喺旅途中間遇到困難咧，呢啲保險都幫到手嘅。服務範圍包括。旅遊證件及行李遺失支援、機票安排、緊急醫療運送、安排翻譯員、法律機構、領事館、醫療機構同埋安排日院等等服務。去完君瀾島，我哋食翻啲甜品，補充下體力，即係長期最出名嘅 Castella 蛋糕啦。青出於藍勝於藍，西洋果子，東洋味。大家嚟到長崎一定會食 Castella 蛋糕，呢個好出名嘅長崎嘅名物嚟嘅。Castella 喺邊度咧？其實咧，即係而家嘅西班牙，當年咧係伊莎貝拉女王嘅王國嚟嘅。不過你而家去馬德里咧，已經揾唔到呢款蛋糕啦，反而咧禮失以求諸野。呢款蛋糕喺長崎咧就發揚光大啦。如果你要食嘅話咧，就要嚟呢一間麟明堂，呢個係明治33年要開店嘅一間 Castella 嘅老店嚟嘅。我最期待的畫面終於出現了，就到了試食 Castella 的環節了。在我前面這一款就叫做 No.1， 即是它最人氣的 Castella， 後面這個呢就是海援隊歷史最久的龍馬食的 Castella， 有什麼分別呢？試一試先。Castella 呢一定要連底食的，這個底才是精華所在，砂糖在底那裡的，應該粗豪一點，連底黏在一起吃才有不同的層次。再試一試龍馬的海援隊 Castella， 當時呢他新婚蜜月旅行的時候，他很豪氣的，他用手撕住來吃的，這個是龍馬的 style， 所以我們現在要學他。所以其實他賣的時候他都不會幫你切開成嚿的，吃的時候呢學龍馬咁樣係搣住嚟食嘅，同埋佢個底，大家留意一下係冇砂糖嘅，因為最傳統嘅 Castella 咧，當時咧係未發明咧用啲砂糖加喺下邊嘅。老老實實，我覺得個食法特別啲之外咧，我都中意食呢一隻最人氣嘅呢一隻，因為咧個層次咁會豐富啲。這個咧由於下邊冇砂糖嘅關係咧，咬落去咧。個口感就單一啲。其實導演可唔可以 NG 啊？我哋可唔可以食多啲 Castella？ 好啊，好啊。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れもチャですか？はい、マス。あ、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哇，太開心了！即刻咧，阿莉娜姐咧就送咗一款咧抹茶味嘅 Castella 俾我試食嘅。好濃的茶味啊！這個好吃啊！咁其實我見到咧兩款嘅，一款咧就係抹茶，仲有一款咧係 Koi 茶，濃茶就係抹茶嘅高級版本嚟嘅。
其實以前咧食 Castella 大家慣咗就係蜂蜜蛋糕啦，就係用雞蛋做嘅。抹茶呢啲已經算係新產品嚟噶啦，因為咧係可能應付唔同嘅遊客需要啦。日本人嘅創造力係好犀利嘅，當時咧佢由荷蘭人嗰度學咗呢一款蛋糕咧，其實冇咁多花款嘅，呢啲花款只會越嚟越多，越嚟越多，越嚟越多。拍攝超支的關係咧，導演度咗一條絕世好橋，就是要我咧變身呢一個精靈啊，人力車嘅車夫啊，喺呢啲橫風橫雨下邊咧，要出街揾食咧，真係有少少挑戰性嘅。我覺得咧，我揾到下載嘅機會咧，有啲問添，我都要衝出去啊，導演。我現在操作緊呢一部人力車咧，英文咧就叫做 rickshaw， 即係日文嘅 jinrickshaw， 其實同英文嘅 rickshaw 係一樣嘅。呢部車幾時發明嘅呢？原來係明治三年嗰陣時咧，一個外國人喺橫濱發明嘅。當時咧，佢發明咗人力車嚟俾自己坐嘅，點知咧大受歡迎咧，就傳遍咗成個日本之餘咧，都傳到去對岸嘅上海。其實呢架車咧都幾靚嘅，咁啊，因為而家落緊雨嘅關係咧，佢仲有一啲防水嘅膠布喺度咧，令到客仔咧唔使俾雨揼親。之餘咧，嗰呢個頭啦，呢個車頭似咩呢？似貢多拉啊！如果大家去過威尼斯水城威尼斯嘅話咧，水城威尼斯嗰啲貢多拉咧，嗰啲船頭咧就係呢啲好磨到好靚嘅立立靚嘅銅嘅頭嚟嘅，呢個係裝飾物。即係成架車咧，我感覺咧有啲意大利嘅風味之餘咧，亦都有黃包車嘅元祖嘅味道喺度。我而家後面咧係未有生意嘅，你見到啦，所以已經咁重了，如果坐咗一個大漢或者坐多兩個人嘅話咧，我就覺得我真係會攰嘅。不過咧，呢個都係一個好嘅體驗嚟嘅，俾人知道咧，原來當年咧嚇啲人力車夫揾食咧係好辛苦嘅。其實我見好多地方都有人力車啊，我記得咧，哇！呢度係高燦俊造同埋伊藤博文咧讀書嘅地方嚟嘅。咁咧，我記得咧。最多人力車的地方應該都是京都了，京都大街小巷全部都是人力車的鋪嚟嘅，因為啲女仔咧著咗和服咧，就坐人力車咧，成個畫面咧就好明治感覺啦。由於咧兜咗一日都未揾到客仔嘅關係咧，不如請我哋嘅攝影師大哥
上車咧，試一試坐人力車嘅滋味。哇！真係好重啊！我哋要起行啦。頭先你話唔辛苦喎，不過而家咧，我哋嘅船大哥估計佢應該有200磅嘅重量嘅關係，加埋架車咧，而家應該加埋要300磅。頭先咧架車吉嗰陣時咧比較容易拉啲，而家我就要保持個平衡喎。你話地下咧落緊雨啊，而家係好跣嘅個地下，所以咧即係有血有淚嘅。喺度玩一個鐘頭嘅收費咧係3000 yen， 3000 yen 咧即係回翻港紙咧就210蚊啊。咁一個鐘頭咧要經過呢啲咧就係下丁啊，呢個秋城嘅下丁，呢啲咁古色古香嘅呢啲屋咧，你見到咧呢啲叫做中文咧叫做粉牆黛瓦。粉牆係指啲咩咧？白色嘅呢啲粉牆嚟嘅，黛瓦中文嘅黛瓦意思即係黑色嘅瓦。呢啲係我哋中式咧唐朝啊唐宋時候嘅建築風格嚟嘅。佢竟然可以保存到而家，真係好犀利啊！我哋首先會去明倫館。吉田松任自己開設私塾之前咧，曾經喺呢一度學習兵法。呢度咧就係當時嘅一間教育嘅機構，就叫做明倫館，係一間藩校嚟嘅。當時嘅教育咧係精英階級，即武士咧先可以接受教育嘅。包括咧吉田松任，佢就喺呢一間明倫館咧就接受咗教育嘅。明倫係咩意思呢？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證明咧當時嘅藩校咧教嘅咧就係孔孟嘅思想嚟嘅，連學校個名咧都出自於我哋嘅孟子嗰本書入邊。到咗明治維新嘅時候咧，成個教育制度有180度嘅轉變，呢啲藩校明倫館全部改變成為明倫小學校。接受教育咧，亦都唔係武士嘅專利啦，係全民普及教育。當時明治天皇好出名嘅一句説話就講咗：國無不學之人，村無不學之人，家無不學之人。要全國嘅人民咧都要上小學嘅，呢個咧亦都係奠定咗明治維新成功嘅最大嘅基礎。我哋一齊入去感受一下明治時代嘅小學氣氛。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喺呢一間咁傳統嘅藩校明倫館入邊咧，江户時代學嘅當然都係四書五經啦。其中一個學生咧就叫做吉田松任。他就不只是讀四書五經那麼簡單，他在課餘已經在看一些禁書，而那些禁書是哪裡過來的呢？是中國過來的，那本書叫做《海國圖志》，介紹了全世界的地圖和環境。他看完之後對西洋的事情發生了莫大的興趣，也都決定了他走向一條不一樣的路。吉田松任脫藩之後自己開設私塾，教授反叛的革命思想。呢度就是未来的明治政府的摇篮，世界文化遗产松下私塾。呢一间嘅意义系大过明伦馆好多，因为呢度就系明治维新最重要嘅思想嘅发源地嚟嘅。而家呢度已经系一间神社啦，叫做松任神社。喺度教嘅一个老师咧，叫做吉田松任咧，就唔系一个普通嘅老师，佢喺度传播嘅系啲新嘅思想。当佢知道咗1853年嗰阵时咧，黑船来访。有一隻不知道哪裡來的黑船來了日本，然後他約了他一個朋友叫根子，跟著晚上游水潛上了黑船，他用手語嘗試解釋給佩里將軍聽，他想跟他去美國，想學習一些新東西。不過很不幸地，他就婉拒了這個這麼好學的學生，就叫他回落船。我不會告訴人，不過麻煩你回落船。這件事就是中國人和日本人很大的分別。佩里將軍都說過，日本人的好奇心遠遠大於對岸的中國人。伊藤博文亦都講過，中國人最大的缺點是自大。在呢度睇得出兩個國家對外國人的態度是完全不同的。臨走嗰陣時咧，兩個人惺惺相惜，佩里將軍咧就送咗樓自己的三樓搣咗出嚟送俾佢，送俾吉田松任。直至到吉田松任死嗰陣時咧，佢都 keep 住呢一粒樓嘅。如果大家有興趣睇翻呢段歷史咧，你去翻睇佩里將軍啲雕像上邊咧，你會見到佢有一粒三樓係甩咗嘅。
其實咧，吉田松隱原本是一個下級武士嚟嘅。咁呢間私塾咧係佢嘅叔開嘅一間叫做松下私塾。當其時咧，佢因為有一單事發生咗之後咧，就俾幕府咧幽禁咗、軟禁咗喺屋企入邊，就唔可以行出去屋企。於是乎，佢就借咗阿叔呢一間私塾開始講學啦。佢收咗一啲學生翻嚟，當時咧包埋嘢食俾啲學生嘅，收咗幾個好重要嘅學生。呢啲學生咧後屘可以成為成個明治政府差唔多一半嘅人都嚟自呢一間私塾嘅。由於吉田松隱是明治維新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所以他已經成為一個學問之神了。在神社裏面主要來求什麼呢？就是學生來求卡子，就是求這個學業的成功。所以你看到這裡很多松樹上面掛滿了求籤，全部是學生的求籤。吉田松隱是第一個在日本提出了尊王讓賢、一君萬民一個平等的思想。在天皇之下，所有國民是平等的，幕府的存在是多餘的。他提出了這個幕府應該被人消滅的。他的學生就包括這個高灿俊作、伊藤博文，真的在他身後的七年之內消滅了幕府。當時他在這間私塾裡面經常講過一句話，就是叫做新しい日本作る，我們做一個新的日本出來。他不停重複講這件事，就跟他學生說現在是舊的日本。他知道西洋的文明、西洋的科技是先進的日本很多的，我們要做一個新的日本出來。由於他的思想太過前衛的關係，在他29歲的時候，他就被幕府處死了，當時是斬了頭的。過了7年之後，他的學生實現了他的遺願，就將這個幕府放低了，改變了一個新的時代出來，這個就是明治的新時代。
發現了吉田松任最出名的一個學生高產俊族的家就在下町這裡。在秋城下町這些改變歷史的下層武士裏面，其中有一位是最傳奇性的，也是最早死的，27歲已經死了一個年輕人，他的名字叫做 Takasaki 高產俊作。喜歡日本大河劇或者是日本歷史的人一定認識他的，這個人是一個奇人來的。他第一，他是這個吉田松任的很得意的門生來的，也都是伊藤博明的師兄。他在老師那裡學到的思想就是尊王攘夷，於是乎他成立了日本第一隊，也都是長州第一隊的西化的部隊，叫做騎兵隊。其實有一些像清朝打太平天国的時候 Gordon 成立過一隊常勝軍一樣，他們用西式武器的。咁啲人喺邊度嚟呢？佢係以80人起兵嘅。呢80個人呢全部呢都唔係武士嚟㗎喎。係一啲小販啊、漁夫啦、啊、農民啦、啊。佢第一個呢係俾普通人加入呢個武裝組織嘅武士嚟嘅。係開創咗日本嘅當時嘅風氣之先。咁佢就呢啲80人起咗兵之後呢，佢哋係打咗好多次嘅仗。當然個軍隊就越嚟越壯大啦。次次都打敗咗幕府嘅。結果他自己27歲之身已經死了，見不到明治維新的成功。這裡就是高產俊作出世的地方，我們現在進去看一看。大家可以看到他19歲就入了這個松下私塾，就是跟這個吉田松任學了這個尊王攘夷的思想。然後25歲這麼後生的年紀，他已經創立了騎兵隊，即係自己個人嘅魅力好強啊，先招呼到，先至令到咧啲漁夫啊或者小販咧跟佢去做一樣嘢，做一樣大事情，就擁冧呢個幕府。所以呢個人咧係奇人一個。然之後咧，佢中途居然出家喎。點解呢？其實佢嘅動作咧，即係喺好多歷史小説入邊都有描佢啦。佢本身一個人咧係中意不按規章出牌嘅人嚟嘅。佢講過一句名言咧，就係叫做要將呢個咁悶嘅世界變得更加有趣。他那段時候太沉悶了，在幕府的時代的日本，他要令到他更加有趣。然後呢，他就曾經呢發動一場戰爭呢，是跟四個國家打的，就當時呢就所謂馬關戰爭了。當時的長州藩呢曾經是炮攻四個國家的商船攘夷，他們想趕走外國人。然後呢，高產俊作自己呢就上了去英國的船上跟英國人談判的。那英國人你知道呢，打贏了就好像打贏了鴉片戰爭一樣，就要求呢各地賠款。通常咧喺中國咧，佢哋就會得到佢哋想要嘅嘢，大家知道啦嚇。結果佢真係割咗香港出去。不過咧，高產俊作呢個人真係一個奇人。佢上咗英國船之後咧，佢冇應承英國人任何條件，唔割地，唔賠款。最尾真係傾掂咗數喎，英國人真係打贏咗長洲藩之餘咧，係冇攞到地，亦都冇攞到錢嘅，證明咧呢個一代嘅草莽英雄咧，即係不枉虛名。結果咧，佢好早就過咗身啦，27歲就過咗身啦。佢死之前要求嘅嘢係咩呢？就要佢師弟伊藤博文叫一個藝妓喺佢前面跳舞俾佢睇，跟住佢就講咗句好出名嘅説話，要令到呢個咁悶嘅世界更加有趣，跟住就死咗啦。前面呢位咧，高產亞姐就係佢太太。不過咧，我喺好多劇同埋小説入邊睇見到咧，高產俊作咧其實好多女朋友嘅。佢離開咗長洲之後咧，去咗京都咧，嗰啲藝妓啲朋友咧好多嘅，亦都幫佢生咗私生子落嚟咯。呢啲亦都有歷史嘅記載，證明佢都係一個風流人物。探完高產俊作，我哋而家去揾佢嘅師弟。呢個人幾乎做咗中國第一個首相，亦都係第一個打敗中國嘅日本人。佢仲寫咗亞洲第一本嘅憲法，佢嘅名字出自於我哋嘅《論語》。君子博學於文，他就是伊藤博文。咁呢個博文咧，真係幾博文嘅喎。佢除咗識得流利嘅中文之外咧，少年時候已經係偷渡去咗英國學埋英文，當然佢又識日文啦。呢個人咧改變咗日本嘅歷史。佢唔淨止推翻咗幕府，而且佢草擬咗日本第一部嘅憲法，亦都係亞洲第一部嘅憲法嚟嘅。甲午戰爭之後咧，喺馬關條約簽訂嘅時候，佢見到李鴻章啊嚇，佢同李鴻章講咗第一句嘢就係一萬年來誰主使？呢句嘢真係對佢一生最好嘅描述，因為咧冇佢嘅話咧，日本可能冇第一部嘅憲法，清朝亦冇咁快滅亡，台灣亦都唔會割俾日本，佢都唔會喺1909年咧喺中國嘅東北俾人暗殺。佢出世嘅時候，日本就係幕府嘅末期啦。很貧窮的一個封建的農業社會嚟嘅，
在伊藤博文的身后，日本已经是工业化的亚洲第一强国了。他被人封为工匠，所以后面的雕像上面写着是工匠伊藤博文。你看到他已经全身西化的look了，由他的头到他的脚已经成个洋人的样子。他就是代表明治维新的一个重要的日本第一人的首相伊藤博文。离开秋市，我跟随着当年坂本龙马的足迹前往汤田温泉。在那里，坂本龙马和西乡隆盛、高杉晋作齐齐浸住温泉，倾成了一个改变历史的世纪大雕。六百多年前，有一个农民偶然发现一只白狐狸，每一晚都去同一个地方，跟着他跟踪他。原来呢，那只白狐狸去一个温泉那里浸温泉是疗伤的。於是一個温泉鎮就誕生了，這個温泉鎮就叫做湯田温泉。湯田温泉的温泉是叫做白狐之湯，是有特別的療愈的效果的。所以在火車站前面就有一個很大的白狐狸在這裡。狐狸呢，這種動物在中國和日本呢同狐不同命，是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在中國，我們說很懷疑一個人的時候，我們叫做滿腹狐疑，因為狐狸呢是一種很狡猾的動物，也很多疑的動物。不過在日本調翻轉，狐狸是代表著財神爺的信使來的，它是稻荷神的一個神使來的，所以呢日本人會崇拜狐狸的。日本有一隻烏冬叫 Kizune 烏冬，因為傳聞之中呢這個財神爺的信使他很喜歡吃油豆腐的關係，所以油豆腐的另外一個名字就叫做 Kizune， 叫做狐狸。有 Kizune 烏冬、 Kizune Soba， 就是用這個狐狸的名字來命名的。很多人都說自己不懂講日文，不過呢我和你的對話裡面呢很多時候都有這個和製漢語出現在裡面的。最簡單就是接吻這個詞彙了。我們中國本身是禮儀之邦，我們從來都不會在公眾場合接吻的。接吻這個字呢是翻譯自英文的 kiss 這個字的，在古代漢語裡面沒有接吻這個動詞。直至到明治維新的時候，日本人大量翻譯西方的著作，他們發現有 kiss 這個字，為什麼譯呢？他想到這個吻，這個古代的漢字。這個漢字一向是一個名詞來的，是指什麼呢？是指動物的嘴巴。如果大家有研究過中國古代建築的話，在建築頂有一對螭吻，在這裡這個吻就是指鯨魚的嘴巴，本身不是一個動詞來的，是一個名詞來的。直至到日本人想翻譯這個 kiss 的時候，他就想到了怎麼譯這個 kiss 呢？兩個嘴巴結合在一起就是接吻咯。在日本旅行呢，我成日都被人問你今年幾多歲啊？我有時就會答佢哋係 Showa Yong Ju Yong， 超和44年。咁啲後生仔咧會打一個突嘅，因為咧而家啲後生仔咧係叫做平成人，佢哋平成年間出世嘅，就好似我哋嘅 crew 啦嚇咁後生，全部都係平成人嚟嘅，得我一個咧係超和人。明治天皇之前咧，一個天皇好多年號嘅，慶應4年咧，即係明治元年。當時他改過7次年號，即是後明天皇的時候。現在這個年號的制度叫做一世一元，一個天皇只可以有一個年號，其實就始於150年前的明治天皇。明治天皇大家知道他的年號當然是明治，現在這個天皇可不可以叫做平成天皇呢？不得的。我們現在這個天皇是叫做金上天皇，當今聖上的意思，要等他下來之後，就講緊出年嘅時候咧，出年5月1日之後咧，
先可以叫佢做平城天王嘅。頭先我喺温泉啦嚇，浸緊呢個温泉嗰陣時咧，啲日本伯伯咧就同我講起而家嘅新聞啦。譬如話，大家都見到啦嚇，譬如讀埋新聞嘅頭版咧，都係北海道地震嘅消息啦。呢度寫咗係平城30年，而家就是平城嘅末年。咁啊，伯伯同我講咧，平城末年咧，由於要改朝換代嘅關係咧，日本就出現咗好多天災啦。出年咧5月1日咧就會有新嘅年號啦。咁新嘅年號係咩咧？日本人自己都喺度估緊。俾少少提示俾大家，譬如話而家嘅年號叫做平城啦，就嚟自於中國嘅《書經》，地平天城，所以叫平城。咁啊，名字係邊度嚟嘅咧？出自中國嘅《易經》，向明而治，所以叫明治。出年嘅年號咧，來源一定係中國嘅《四書五經》入邊揾到嘅，然之後咧用兩粒字，容易發音，容易記，呢個就係提示啦。明治維新之後咧，日本有一種新嘅酒店出現啦，就係 Wayoshitz。Wayoshitz 嘅意思係指和洋式嘅酒店。咁呢一間咧就係典型嘅Wayoshitz 啦。譬如佢有一個咧中間嘅空間，咁佢呢個咧就大約係6個初度啦。6個初咧即係6張榻榻米咁大啦。我自己中意去温泉酒店咧，就唔揀 Wayoshitz， 一定揀 Wayoshitz。Wayoshitz 有咩大嘅分別咧？就話第一，佢係一個共用嘅空間嚟嘅，瞓覺。同埋食嘢都係同一個空間入邊，所以咧日文叫做一泊二食，一泊二食就係最典型嘅温泉酒店嘅一種做法嚟嘅。一泊咧就煮一晚啦，二食咧就係只包一個晚餐同埋一個早餐。好，咁我就唔客氣啦。食完之後咧，我就會帶大家咧行一行出邊個花園，因為咧喺呢間我而家住呢間房咧係叫做Takasaki 高杉。高杉係邊個咧？同埋係呢間旅館點解成為？呢、这個受保護嘅建築咧，因為咧曾經咧150年前喺度發生咗一個好重要嘅歷史事件，陣間揭曉俾大家。住喺松田屋呢度，飲一杯日式嘅綠茶，對住一個咁靚嘅。日式庭園，即使係落緊雨都好啦，你聽下啲雨聲，然之後你會明白咩係日式嘅美學。雪與花時最懷有，這個呢就是川端康成諾貝爾獎嘅文學家咧形容日本嘅美學。呢、这個咧就是日式嘅美嚟嘅，佢模仿咗成個大自然嘅環境喺度，四時不停變化。而家咧就係9月啦，楓葉係未黃或者未紅嘅時候，其實佢呢度種咗好多楓葉嘅。到咗秋天嘅時候咧，完全唔同嘅景象。我春天都嚟呢度住過嘅，佢呢度都有櫻花嘅，所以四時嘅景象不停變化。其實住喺呢個日式嘅酒店咧，你喺呢啲花設置入邊咧，望住呢個咁樣四時變化嘅一個庭園咧，本身咧就係一大享受。呢度咧就係松田屋最重要嘅一個歷史嘅名勝，就叫做維新之湯。你望落去咧，好似好普通嘅一個温泉咁樣。當年咧，版本龍馬咧就係咁樣去說服咗好遠嘅鹿兒島，當時係薩摩藩嘅呢一個西鄉隆盛啊嚇，特登過嚟呢度浸呢個温泉。浸咗呢個温泉之後咧，就傾咗個大雕出嚟，就叫做沙場同盟。沙就係薩摩，長就係長洲，而家呢度就係長洲嚟嘅。沙同長咧兩個藩咧係日本咧幕府末期最強嘅兩個藩嚟嘅，個一山不能藏二虎嘅關係，兩個藩啲關係係幾差下嘅。當其時嘅薩摩藩咧原本咧係支持幕府嘅喎，因為咧佢有好精鋭嘅武器，佢喺長崎嘅隔離咧喺呢個Thomas Grover 嗰度咧攞到啲好精良嘅西洋武器嘅關係咧，當其時佢係支持幕府嘅話咧，長洲係冇可能倒到幕嘅。佢兩次都打敗咗長洲。薩摩第一次打長洲咧，就喺京都嗰陣時咧，就將呢個長洲藩嘅藩兵咧逐出咗京都。第二次咧，佢直情咧同會津藩一齊咧喺呢個幕府嘅指示之下咧，就進攻長洲，打咗兩次都將長洲打敗咗。所以長洲咧係好憎薩摩嘅。喺呢個時候咧，日本版嘅蘇秦就出現啦。就係邊個咧？就係一個唔關事嘅喺四國嗰邊嘅一個浪人，叫咩咧？大家都知啦，龍馬來了，就係版本龍馬啦。佢去咗好多次薩摩藩嗰度咧，就說服西鄉隆盛，喂，你過嚟見一見長洲嘅呢一個高產盡助啦。
西鄉隆盛真係俾佢咧感動咗，帶咗幾個咧佢好精鋭嘅凡士咧，即係好出名噶啦，大哥保利通啊，佢自己啲凡士過嚟呢一邊山好遠嘅呢一個湯田温泉呢度嚟浸温泉。點解嚟浸温泉呢？大家都知道日本武士咧平時咧有把長刀嘅，亦都有一把短刀嘅，成件衫入邊咧嚇。全部都是武器嚟嘅，而咧當時咧三摩藩咧係好多時候會佩戴手槍嘅。大家都知道日本浸温泉咧要除曬衫浸嘅，你除曬衫咧你收埋唔到啲刀刀槍槍嘅。卒之咧喺龍馬嘅呢個精心安排之下咧，兩個係四仇嘅兩個藩咧，幾乎係成個明治政府一半嘅主要之後嚇主要嘅人物咧，全部都係一齊大家咧光秃秃喺度浸温泉嘅，就傾咗呢一個好重要嘅沙場同盟出嚟。三摩藩咧就提供。咩咧？走私嘅武器。咁啊，你呢边咧用啲咩同佢换咧？你唔可以用口水同佢换噶嘛，用啲米。其实山好远咧，系鱼米之乡嚟嘅。结果咧就系用呢个巴塔嘅呢个方法啦，倾咗个大雕出嚟。佢一倒幕咧，成个时势就大变啦。幕府咧就系树倒猢狲散啦。其他啲藩咧发觉啊，原来咧冇人撑幕府咯，逐个逐个咧就离开幕府。幕府结果咧，卒之咧冇办法，真系要将个政权咧交翻俾天皇。维新之汤咧。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家族湯了，由於太受歡迎的關係，麻煩大家來到松田屋就去前台那裡預約，不用付錢的，預約了家族湯就可以家一家大小在這裡浸溫泉了，感受一下當時版本龍馬高燦盡座西鄉隆盛這些英雄當年在這裡聊天的情況。明治維新政府入邊咧，有好重要嘅三個人物，叫做維新三傑。嗰三傑其實嚟自於兩個唔同嘅藩，薩摩藩同埋長州藩。佢哋第一次見面嘅地方就喺松田屋後邊呢一個涼亭入邊啦。維新三傑入邊點解冇更加重要嘅兩個人物？一個咧就係高燦盡座，一個咧就促成咗呢一次見面嘅呢個版本龍馬咧。是因為兩個人咧喺維新運動成功之前咧，佢哋已經過身啦。一個咧就俾人暗殺嘅，另外一個咧就肺病，27歲已經死咗啦。連西鄉隆盛咧都係自殺咗。呢啲正所謂咧，自古英雄出少年。不過佢留低嘅就係一個個嘅傳奇故事。松田屋咧吸引我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嚟呢度住咗三次咁多。除了咧，佢有一個歷史嘅古蹟之外咧，亦都係一個咁靚嘅庭園，係好吸引我嘅。如果係我自己嚟講嚇，係我嘅 dream house。我如果有間咁嘅屋咧，有個咁樣嘅花園咧，我可以發誓，我唔再去旅行啦。我會日日留喺屋企，對住一個咁嘅庭園咧，喂下啲錦鯉，咁我就度過我嘅餘生。浸完湯田温泉，版本龍馬即刻邀請薩摩藩嘅代表西鄉隆盛同埋長州藩嘅代表桂小五郎上京簽訂沙場同盟。不過龍馬喺京都即刻被人暗殺咗。下一集帶俾大家一個毫不京都嘅京都，呢、這個日本嘅千年古都係孝明天皇嘅居所，權力咧就係江户幕府之手。到咗幕末，西蘭強藩齊集京都，有啲人想尊王，有啲人想讓賢，更多人想倒幕。京都忽然间成为政治角力的舞台。下一集，明治凭什么？